竞选小物出事了，您看到这个画面，在彰化二林人发送洗衣球当做竞选小物，虽然说你看哦，上面其实都有标示清除使用方式，可是很多长辈呢以为说这应该是糖果吧，直接吃进去，紧急送医。竞选小物包装精致，一包里头有两颗内容物，鲜艳颜色，不少人乍看以为是糖果或果冻，但是倒入杯中马上和水融为一体，还能吹出泡泡。这像是糖果的内容物，其实是洗衣球。不少长辈没看清楚，误食送医。直接吃了，啊，怎么安尼？哎，哦，好笑，我怎么赶紧去灌水安尼来？选战白热化，国民党彰化竞选总部特意制作竞选小物，要替侯康沛拉台声势。一共发放出23万份洗衣球小物，虽然包装正面备注一颗胶囊可以洗8公斤的洗衣量，背面也注明了使用方法，还是导致多名长辈误食。或下一波的家户拜访就不会再送这个文宣了，会送另外的文宣，那也会透过我们的基层组织啊，跟我们的乡亲再一次强调，那个是洗衣球，不是糖果，不可食用。彰化竞总执行长说，目前掌握有3位长辈误食送医，后续将会陆续前往医院探视。下一波竞选小物也不会再发放洗衣球，避免再有乌龙意外。记者王斐、林一峰、张义志，彰化报道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